Bell 魚艇同大馬滾石結束合作關係。阿迪奧奪下30歲以下英國藝人富豪年度榜首，金庸離開人世，享年94歲。大家好，我是 Danny 温力明，欢迎收睇 Entertainment。 嗱 ，Bell 魚艇咧同大馬滾石終於咧就結束咗呢個賓主關係啦。聽講下就因為咧遲遲兩年啦都冇發到片，咁樣樣咧喺佢社交網站咧近幾日已經公布咗啦，佢即將咧就會離開滾石啦。根據 Bell 魚艇嘅面書咧就寫啦，今日佢同馬來西亞嘅滾石結束咗合作關係，好多歌迷啊都留言話加油啊，你會更好噶。但係咧，亦都有人擔心就問啦，你仲會唔會唱歌啊？咁希望 Bell 魚艇啊可以盡快推出佢呢個兩年都未推出嘅專輯啦。對也好，錯也好，都是自己做主角。以後會是這樣，還是怎樣？誰又知道？哇！一個好消息啦，就係 Adele 就攞咗30歲以下英國藝人富豪年度榜首啊！哇！而且咧已經攞3屆咁多噶啦，聽講啊唔止咁少噶，而且咧喺榜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好正嘅歌手，包括咗 Ed Sheeran 啦，同埋呢個 Daniel Radcliffe 嘅。阿爹上一年咧喺夏天嗰時候就完成咗呢個巡迴演唱會之後啊，睇嚟咧工作量好似唔係好多，但係揾錢能力咧就非常之強噶嚇。就係聽講咧上一年嘅唱片收入啊，已經賺咗接近啊4800萬咁多啦。另外啊，巡迴演唱會咧就幫佢賺咗接近2.2億咁多啦。哇，真係有錢啊！我們的大俠金庸先生前幾日咧就離開咗我哋啦。享年咧94歲，咁我本身好少睇小説嘅，但係啲小説咧全部啊都被拍為電影同埋電視劇，影響咗我哋呢一代啦，同埋好多好多代嘅。原名查良镛嘅佢，創造咗好多武俠小説，包括《雪山飛狐》《天龍八部》《射雕英雄傳》《鹿鼎記》《笑傲江湖》等等等等。金庸係浙江海寧人，1948年咧就搬到去香港啦。自50年代起開始就創作咗好多武俠小説啦，同古龍、梁羽生合稱為中國武俠小說三劍俠。名作家陶傑就話啦，金庸咧喺周二下午4:30離開嘅。當時金庸咧就仲親友喺度 webcam 緊嘅，咁聽下咧，佢就微笑住離開咗啦。Entertainment 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再見啦噃。